我们上一集说到呢，隋文帝杨坚啊，听说到突厥啊大批军马来袭呢，急忙找长孙晟问计。长孙晟呢，等于是当时就为隋文帝啊杨坚啊细细的讲述了突厥内部那几个可汗之间的矛盾，就说咱们一定要分化这些人。结果呢，杨坚全部采纳长孙晟的计谋，他就派啊一个叫袁辉的。 出这个义武道，让他拜访达头可汗，赐给达头可汗一个狼头大道。大道就是那种大的旗子，啊，装饰精美，是一种权力和这种威严的象征。你想，就隋朝皇帝赐给你，以表示隋朝对他的这种尊奉之意。达头可汗肯定派使者回访隋朝啊，哎，隋文帝就故意啊，将那个达头可汗的使者啊放在这个沙布列可汗的使者的座位之上。 就是那意思，就尊贤达头可汗。隋朝这个反间计实施之后啊，沙布列可汗啊和达头可汗之间就果然发生猜疑了。接着呢，隋文帝就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到达沙布列可汗啊他的弟弟楚楼侯的居住地，也赏赐给对方大笔财物，引诱他呢内附隋朝。如此一来，突厥内部就受到分化。 沙布略可汗啊，就慢慢变得孤立起来。那么在开皇二年，就公元五百八十二年的这个二月呢，隋文帝就下令撤回准备进攻啊这个江南陈朝的军队，集中兵力啊抗拒突厥。突厥方面呢，派四十万骑兵呢突入长城，分道呃、啊、进攻隋朝。隋朝是因早有防备啊，因此突厥军队这一场大战战绩平平，在不少地方都遭到隋军的阻击。 当时呢，沙布列克汗想继续南进，达托克汗就不同意，率兵退走。而后呢，长孙晟乘势用计，游说沙布列克汗。他有个侄子叫冉干的，让他假装呢告诉沙布列克汗，就说铁勒等部族啊，呃，在咱们后方啊谋反，想袭击啊、呃、您的那寒亭。你想，内部的瓦解往往是最为致命，这个道理我们谁都知道。 因此，隋朝这一招反间计策呢，屡试不爽。沙布列可汗呢，他就害怕自己的寒廷啊，他自己老窝有失啊，急忙撤兵啊，这个回到他自己的那个老窝了。开皇三年，就公元五百八十三年那个四月，突厥再次大举入侵隋朝，隋文帝就派出魏王杨爽，还有那个这个秦州总管窦龙定等八个人呢，八个大将为行军元帅，率兵分道。 反击这个突厥，五月份呢，窦荣定率领步兵、骑兵三万出凉州，啊，在这个高月原多次击败阿波可汗的军队，啊，特别是十万岁阵前斩杀突厥勇将，吓得突厥人是肝胆俱失。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过了。这个时候呢，正在窦荣定军中担任偏将的长孙晟呢，也是继续沉击呢离间突厥人，派人就吓唬那阿波可汗说。 摄图每次来打仗，摄图呢是沙布列克汗的他的名字。你看他每次都获得很大的胜利。阿波可汗呢，你才到内地就被隋军啊、呃、就被我们打败了。摄图肯定会你打败仗的这个当做借口杀掉你，把你的人马全部的给吞并。阿波可汗呢很害怕，就接受长孙晟的建议，然后他留兵塞上，派人呢跟随长孙晟呢就入朝。 就想隋朝表示这个忠顺吧。沙布瑞克汗呢和隋军在白道一带啊作战，又被打败了。撤退途中，听说阿波克汗对自己心怀二意，绝对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忽然率领军队呢，演习阿波克汗老窝的大仗，把他这个阿波克汗那些部众全部俘虏，而且还杀掉阿波克汗的母亲。阿波克汗这一下急了，也也傻了。 还乌归所，就西奔投靠谁呢？达头可汗。诶这些人都是兄弟子侄，这这就这种亲戚。达头可汗呢，闻讯大怒，马上借兵十余万给这个阿婆可汗，东击沙布列可汗，就收复了他自己原先那个大帐的那些故地。从此呢，沙布列可汗，你想他内部如此纷争，如此内斗内杀，沙布列可汗呢就由强变弱。 只得派遣使臣呢，向隋朝进贡。那么北周的千金公主啊，你看这也没办法，见风使舵吧，上表请求改姓为杨，就祈求给这个隋文帝啊当闺女。隋文帝当时也表示同意啊，呃，这这既然这大姑娘能屈能伸啊，那我退一步也海阔天空了，因此就准许了。好，你给我大隋当公主吧。 开皇四年，就公元五百八十四年，隋文帝就派遣长孙晟了，呃，率领一批使团出使沙布列可汗的大帐，赐予这个宇文公主改姓为杨氏，改封她为大义公主。所以说，你看千金公主和大义公主实际上是一个人。因为在出使的时候，呢，迫使沙布列可汗呢对隋朝的这个皇帝发来的诏书下拜，哎，最后逼着这个可汗没办法了。 因此呢，长孙晟呢还朝之后呢，隋文帝特高兴，下诏授他一通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一下给升官了。开皇五年，就公元五百八十五年七月呢，沙布雷克汗呢就向隋朝呢这个请和称藩。就这阵儿，你想从前都是北朝，这个北齐啊、北周啊，都是向个，得突厥啊、呃、称臣，现在呢反过来了。 由此呢，隋朝北部边患基本清除了，就一下子解除了隋朝南下面陈国的这种后顾之忧。由此呢，隋朝经过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啊，包括外交努力了，就基本解决了突厥的问题。突厥问题暂时解决了，那么灭掉南朝的陈国，就正式成为朝廷的议事日程。 我们要知道，从公元311年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开始算起，江南和中原地区分裂、南北分裂已经将近三百年了。如果把西晋之前那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算上，分裂时间超过了三百年。那么，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江南地区先后建立六政权，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孙吴、东晋、宋、齐、梁、陈，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朝。 这六朝呢，其实一直以来就把江南治理的还算不错，延续汉人这种礼乐文明，呃，经济发展。但是呢，作为有大一统传统的这种像我们这种中华国家，统一势在必行。而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重任和机遇呢，就正好被隋文帝杨坚赶上了。开皇八年，隋文帝就发布诏书，宣布呢，调民伐罪，讨伐陈朝。 当时呢，隋文帝总共纠集到了五十一万八千人大军，他把这五十一万八千人分成了三大兵团。第一集团军统帅是谁呢？就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就后来的隋炀帝了。他担任行军元帅。杨广手下呢设四路大军，负责长江下游的这种作战，重点在于突破陈朝的首都建康，就是今天江苏南京了。第二集团军统帅是谁呢？隋文帝的三儿子秦王杨俊，他的重点是在长江中游作战。 杨俊手下设三路大军，突破的重点是长江中游的武昌。第三集团军统帅是清河公杨素，下面设两支大军，作战核心就突破三峡峡口。这三支大军当中呢，第一集团军，也就是晋王杨广所领的兵团，实际上是灭陈的，这主力部队。隋朝灭陈的战役啊，我们在这个上一季没一说中国史，第二季就讲过这个详细的过程，所以这里呢我就不再啰嗦。 反正从杨素率领这个隋军，哎、呃，这个狼尾滩这个战役算起吧，一直到陈叔宝投降，整个过程呢不到两个月时间。由此呢，江南三十州、四百多县、两百多万哎、呃、这样的人口，从此纳入隋朝的版图。中国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呢，终于结束。这次统一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秦汉统一之后，第二次具有重大影响的统一。 开皇八年，就公元五百八十八年十一月，漠河可汗。哎，为什么现在变成漠河可汗呢？因为沙布列可汗死了之后，他弟弟出罗侯当可汗了，他叫漠河可汗。他在继续袭击邻近,近部族的同时，他打不过隋朝嘛，他就打别人。哎，中了刘建死了，突厥部众呢就拥立沙布列可汗，就这个漠河可汗他哥哥的儿子。先前老讲的沙布列嘛，他有一个儿子，就是为都兰可汗，就。是。 拥立啊，这个都兰可汗继续当突厥的大可汗。平陈之后呢，隋文帝就把陈朝、啊、从陈朝那儿缴获的一架非常非常精美的屏风，赏赐给自己的干女儿，也就是突厥的可贺敦，就突厥的这个皇后了。呃，现在是大义公主，就从前的千金公主。送这件礼物，隋文帝是有深长的含义的，就是要警告一下宇文皇族出身的大义公主和那都兰可汗的夫妇。 可能大伙儿听到这会一愣，哎，怎么这个大义公主，就包括就是从前那千金公主，怎么又跟都兰可汗成夫妇了？突厥的风俗就是这样。这个可汗死了，这个他的这个可贺敦，就是他的夫人，还接着嫁下一个可汗。即使是下一个可汗是这个可汗，无论是弟弟也好，儿子也好，孙子也好，都接着成为那个夫人。这就是突厥这种风俗。因此呢，大义公主。 等于现在就成了都兰可汗的这个棋子，因此呢，就是让这夫妻俩知道，看见了吗？我们大隋武力有多强大？南朝，你看这个陈国隔着这么一条大江，现在也灭亡了。大义公主那就是千金公主，毕竟是个非常有文化的人，国仇家恨使得她心绪难平，她就在屏风上，你那不赐我一屏风吗？她就提了一首诗。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室写丹青。杯酒还无乐，弦歌俱有声。余本皇家子，漂流入鲁庭。一朝赌成败，怀抱忽纵横。古来共如此，非我独身名。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只要大伙儿能知道一些典故啊，就知道这个大义公主写这个诗太好情真意切，把她自己的亡国之痛表达的淋漓尽致。隋文帝呢，很快就知道这个诗的内容了，啊，知道啊，这个大义公主还是忘不了她原先的这个皇家宇文北周故国，而且呢，大义公主现在的丈夫都兰可汗的势力呢，慢慢逐步要强大起来。 因此，隋文帝和大义公主他们相互之间这个敌意呢，慢慢就开始升级了。开皇十三年，公元五百九十三年，隋朝呢有一个叫杨钦的，哎、呃，这样一个流民流亡到都兰可汗的王庭，他就谎称隋朝内部宇文家族啊，呃，他这个势力啊，呃，就就开始又准备反隋，很快就要成功了。因此，特派他来密告大义公主，就是隋从前的。 这北周的千金公主，实际上的宇文皇族早就被杨坚弄得基本上全部诛戮殆尽。这个人就是说谎话，对此那都兰可汗呢深信不疑，他就不再向隋朝进贡了。我在这儿不承认你是我宗主国了。隋文帝那感觉不对，就派长孙晟出使突厥探听消息。那么大义公主就是从前的千金公主，见到长孙晟之后呢，言辞也非常不逊。 更在突厥内部煽动都兰可汗呢反隋。长孙晟这次出使回京之后，就把情况一五一十汇报给隋文帝。隋文帝再次派长孙晟出使突厥，不敢怠慢啊，就向都兰可汗索要那个叛人杨钦。都兰可汗当时就不愿意把这个杨钦交出来，呃，就是谎称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人。 长孙晟这个人，你想他是干嘛？对这个突厥内部知道门儿清，他就买通突厥的将领，探知这个杨钦啊住在哪个帐篷，连夜就把这个小子给抓获，而且就把杨钦这个侵犯带到都兰可汗面前质问：“你不说没这个人吗？这人是谁呀、啊？”结果这一对质，大义公主啊，就就就是千金公主啊，就谋反的事情也就被揭露了。这杨钦当时禁不住打呀。 实际上当时都没打他，禁不住吓唬，一五一十这都说出来了。杜兰克汗呢不得已，你想现在大隋这么强盛，人家使者已经把这个杨钦给抓住了，只好将大义公主啊这个亲信有个叫安遂茄的，呃这些人拘捕。他也当时也不能说把大义公主马上就抓出来，就连同杨钦等人一起呢交给长孙晟啊，你带回隋朝你处理吧。回京之后呢，隋文帝大喜，马上。 又给长孙晟升官，呃，开府仪同三司。接着呢，派他当使者进入突厥，然后呢，就是传我的诏令，诛杀大义公主。本来这都兰可汗他是不想杀大义公主，啊，一个是公主虽然说现在岁数不小了，但也是个老美人啊；还有一个总觉得这是皇族啊。但这个时候，都兰可汗他有个堂弟叫突利可汗开始活跃。突利可汗呢，我们先前讲过，他的本名叫染干。 就是先前沙不略，啊，就是他的弟弟漠河可汗啊，他的儿子，这突利可汗呢，这染干非常有野心，然后呢，悄悄自己就安排啊，自己的使者在隋朝求婚，他呢就想和隋文帝呢攀交情，你看我也娶个公主。这个时候，隋朝的使者就对突利可汗说，就对这染干说，只要你能帮我们把大义公主杀掉，我们大隋啊，肯定嫁个公主给你。 于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染干，这冉干这个突利可汗就找到他堂兄都兰可汗，就撺的，你说你这个大义公主，她背着您啊，和那个胡人私通，隋朝人呢，现在又这么恨他，如今呢，我们突厥和隋朝正在交好，正在友好，留着他绝对是心腹大患。一席话，我估计，尤其是说这个这个大义公主和他手下那个胡人私通啊，一听都兰可汗一听啊，给我还戴个绿帽。 杀心顿起，他就手提一把大刀，直奔大义公主的营帐，一刀就把这大义公主给杀了。大义公主就千金公主啊，这个美人呢，其实非常可怜，她整个人生就是一出悲剧。你想，当年她从北周十来岁不到二十，呃，嫁到突厥，肯定不情愿啊。你想，这么一个强盛王朝的一个公主，这这。 娇生惯养，忽然到了北地沙漠地带，天天啃羊肉，他肯定心里不舒服、不情愿。刚嫁过来突厥，结果他娘家北周就灭亡了，自己的这个宇文家族基本上就被杨坚这屠杀殆尽。后来呢，他撺掇当时的丈夫沙不列可汗大举进攻隋朝，弄得呢沙不列呢这个可汗最后大败，众叛亲离之际，突厥服软了，大义公主也不得不认隋文帝。 是就对自己家族有，呃是杀戮之仇的这样的一个人，哎为干爹，从北周的千金公主变成大隋的大义公主。那么都兰可汗继位之后呢，他继续反隋，结果又被自己的丈夫都兰可汗杀掉了。所以说呢，他这个一辈子，这个大义公主的一辈子确实挺可悲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女人呢，哎还非常可贵可敬。 是一位巾帼英雄、奇女子。虽然她的个人复仇心愿和当时隋朝这个大一统的观念相冲突，但她这种刚强的性格魅力，我觉得千百年之后还是让我们对之呢发出深深的叹息和叹服之情。杀掉了大义公主之后呢，都兰可汗就向隋朝上表。 请婚，你想我,我这个现在都可贺敦都没了，您再赐个公主给我吧。正当隋朝的朝廷准备答应的时候，长孙晟就开始上表，他说什么呢？都兰可汗反复无信，终当必叛。突利可汗呢，呃，这个人呢一向心腹大隋，多次向我们大隋呢请求通婚，而且他的所率领的兵马呢，这个也很少也很弱，容易同化，可以答应他的求婚。 长孙晟当时说的很有道理，突厥当时一共有三支势力，东边呢是这都兰可汗，西边是达头可汗，北边就是突利可汗。当时都兰可汗像大可汗，他是最强；达头可汗呢，呃第二；突利可汗呢势力最弱。如果我们现在把公主嫁给这个突利可汗，他和亲之后呢，肯定依附我们，由此呢，我们再慢慢的招诱他。 让他继续往南迁，迁到都兰可汗的地盘上，让他直接跟那都兰可汗抗衡，我们大隋边地就安全了。扶弱抑强，啊、呃，这才是我们国家的长久之计。隋文帝呢思前想后，哎，觉得长孙晟说的非常好，准其所奏，就派长孙晟告知突利可汗，哎，我们嫁个公主给你。结果呢，开皇十七年，就公元五百九十七年，突利可汗呢派五百精兵。 隋长孙晟呢来朝迎娶隋朝的一个宗室的女孩为妻，这个就是安安义公主。听到消息之后啊，突兰可汗都气疯了，马上开始派遣人马进入隋朝的边境内的，的抢抢掠。你想，我请求你嫁个公主给我，你没嫁给我，结果嫁个公主给突利可汗，那绝对都兰可汗就气得要发疯。 突利可汗呢，就一直派人侦查这个都兰可汗的动静。只要是都兰可汗一出兵，他每次都及时的派人向隋朝汇报。由此呢，都兰可汗数次派领骑兵啊，呃，入侵边境，都是因为隋朝边境早就有防备而来，结果每次都没得逞，劳心费力的，什么东西也抢不到。开皇十九年，就公元五百九十九年，都兰可汗就联合达头可汗合兵掩击。 突利可汗，结果呢？突利可汗大败，因为那两边的兵马合起来势头太大。都兰可汗当时是尽杀突利可汗的兄弟子侄，把这一族基本都灭了，只跑了这个突利可汗。而当时呢，长孙晟正和突利可汗在一块然后这两个人啊，呃，确实也挺狼狈，只率五骑趁夜难逃。所以说，就七个人、七匹马跑了，其间呢，跑到半路。 突利可汗又想投奔那个达头可汗，因为他们都是实在亲戚呢。被长孙晟喝止，因为突利他确实是对隋朝到底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内情。结果这个时候，长孙晟，你想小伙子有勇有谋啊！你想你要敢跑，就一,一箭射死你。结果就带着这个突利可汗入朝了，拜见隋文帝。隋文帝见到突利可汗，大喜过望了。你从北朝中后期开始，一直到隋朝建立这么久，还真没有一个突厥。 这个可汗败于却下，现在的突厥可汗就跟孙子一样，啊，就在那儿跪着给自己磕头。因此，他马上下诏，授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所以说，我们先前,前讲过，他的一次一次的升官都是这么来的。对于穷困潦倒的突利可汗呢，隋文帝还真没有抛弃他，反而对这个人大加赏赐，让他招纳流亡那些突厥百姓。当年十月份呢，隋文帝就册封他为呢义利真动启民可汗。 当然，义利真斗，你翻译成汉语就是什么呢？意志坚的意思，好像现在一听就跟那一大药丸子的名字似的，啊，等于就是说的又聪明又睿智又勇敢。从此呢，在我们的汉文史籍上，突利可汗这个人就变成启民可汗了。记住了啊，启民可汗后来特有名。而后呢，隋文帝还让这启民可汗老朋友长孙晟呢，率领五万多人马，紧急修了一座这大历城，让这些窜逃的从前属于这个。 呃，启明可汗这个突厥流民居住，大历城呢就在今天的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当时距离隋朝边境比较近。由于先前的隋文帝嫁给突利可汗的安逸公主死于乱兵之手了，隋文帝就重新册封了一个宗室的女儿，姓杨的，又为义成公主，再次嫁给这个突利可汗。应该说是呢，等于是第二次呢，隋朝跟这个启明呃可可汗和亲了。人财物。 隋朝大皇帝都给自己了，这启明可汗当时感动感激的不行，从此之后就绝对是心甘情愿给这隋朝当孙子了。你想，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确实更让人呃这个感念。不久呢，隋军又大破突厥军队，都兰可汗败逃，那后来呢，呃，就被他手下杀掉了。都兰可汗一死呢，那他手下很多突厥人就就近投靠了达头可汗。 达头可汗呢，就顺势取代都兰可汗了，就成为隋朝的头号敌人了。那么，既然达头可汗取代都兰可汗成为隋朝眼中的头号强敌，那这个人肯定不能留着啊。于是呢，隋文帝的二儿子杨广又开始建功立业了。开皇二十年呢，就公元六百年六月，隋文帝任命他二儿子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和他三儿子这汉王杨亮一起呢，出兵攻打达头可汗。 晋王杨广呢，率领隋朝西路军从灵州道出发；汉王杨亮呢，率领这个东路人人马从马邑道出发，也就是今天山西朔州出发。西路军杨广手下最牛的人就是屡立大功的长孙晟，文武双全的这小伙子。那么东路军汉王杨亮手下呢，也有能人，谁呢？大名鼎鼎的史万岁。杨广这边有长孙晟，他这么多年频频。 出使突厥，早就熟悉突厥的山川地貌，深知突厥军队安营扎寨这种路数。于是呢，早春胜就派人啊，悄悄在突厥驻扎营地旁边河水上游啊，他干嘛？他去投毒。这些毒药顺着水流往下流入突厥人大营，突厥兵他不知道啊，用这个水啊做饭啊、饮马呀、啊。结果好家伙，许多人都中毒了啊，马也死了，那不少人中毒轻的上吐。 下泻拉肚子，就根本就打不了仗啊！但突厥人并不知道这是隋朝人在投毒，突厥人一向信这乌鬼，就认为这是上天在降罪，赶忙啊，一大群人，多少万人跪在地上罗拜上天，而后呢，拔营而去，仗也不打了。得知消息之后呢，长孙晟等人就率领大军就追。你想，长孙晟这个人，他不仅仅是文臣，还是武将啊，又是神箭手啊，突厥人知道他来了。 惊慌失措，一下就被杀了三千多人，由此呢，隋朝的西路军就取得大胜。东路军汉王杨亮那边呢，有史万岁啊，这个人也是突厥人，非常畏惧，所以说东路军在大金山，也就是现在内蒙古青山，呃，就那一带，一遭遇到突厥兵马，突厥兵一听啊，隋军领头的啊是这个史万岁，当时这个达头可汗啊，心里就非常虚了。 就开干之前，按照古代战争惯例，肯定要互相通报对方将军的姓名啊。达头可汗知道这个十万岁是领头的大将，当时绝对是吓得这个肝胆直颤。因为什么呢？达头可汗这这些年来一直和隋朝打仗，就深知十万岁的威名和他的厉害，心里一下胆怯，就还没有正式开战，这达头可汗率领他手下掉头就跑。 十万岁呢，得理不饶人，名不虚传，即刻带兵追杀。所以说呢，你看杨坚面对突厥的进攻，采用的是分而治之的这样的战略思想。这个关键之处还在于有什么？就是他内部有一个熟悉突厥内情的这个长孙晟这样一个文臣和武将，就可谓是知己知彼。行动上呢，长孙晟呢，他也是不遗余力，最终呢，让这个突厥不再成为隋朝的这个。 边境的严重威胁，所以外交上的成功啊，不仅需要这个文臣的这个口舌之战，还需要武力的支撑。那么十万岁这支隋朝的东路军啊，他在和这个达头可汗继续的争斗当中会得胜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说。